更多精彩尽在天娱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。哎，这个电脑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挑选的这盘棋局呢，是由朴廷桓对阵赵晨宇。对。这个韩国刚才的申真戌是赢了我们的范廷钰啊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是韩国棋手的对局画面。对，这是在韩国的啊。现在这是中国棋院，这是中国棋院在二楼比赛大厅。对。现场的画面。嗯，对。今天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赵晨宇。我们马上就要讲他的棋。这个赵晨宇的非常年轻，99年出生的啊，是围甲呢，又是山西的哈，代表山西。这个赵晨宇是我们现在这个后起之秀了啊，也是成长的比较快的。嗯，他今天是跟韩国的这个朴廷桓是大家不陌生，没错。这个虽然现在排第二，但是呢，他可是活跃了很多年。这就是朴廷桓，这个是在韩国的。嗯，朴廷桓口罩是这么戴的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求戴口罩，还是不知道，因为他也没有戴。但我们的棋手都没有戴，因为我觉得这口罩戴久了啊，因为棋手在下的时候是对于脑子、那个耗脑量特别大，如果长时间戴口罩，怕有的人有影响，对对 对, 对, 对，呼吸会有影响，你那个氧气不足，它有时会影响他的脑子的运转。是啊，嗯，这是顾子豪，顾子豪的这个，是，我们这个这都是谢科啊、年轻的谢科，对对对对对。我们的年轻棋手都是非常强大的，杨鼎新啊、哦，目前的等级分是杨鼎新第二。哦，行，这个杨鼎新啊，对，这是杨鼎新，他是现在是排的第二了。是。哦，那就是柯洁之后第二。没错。哦，这个厉害。嗯。杨鼎新排第二，现在是也是他这个第二，那不得了。嗯、哦，年龄小啊，是吧？嗯，确实。我们给大家来抓紧时间看这盘棋啊。对，这盘棋内容非常的多。非常多。我们要抓紧时间。对，现在走这。对，赵晨宇呢，这个之白。他目前等级分已经到了第14位吧？14。14还是反正前15了已经。嗯，非常强。非常强。嗯。那14的话，那韩国是第二啊。对，其实也没什么差距。是吗？14跟12不是差很多名的吗？14和2虽然说在名次上有差距，但是实力上不一定有什么差距。实际上因为它下起来都很。对，都很难讲，尤其是一盘棋啊。它是这个，这是丁氏。对对对，这个是最常见的啊、嗯、最常见的。然后打飞手脚。这个上一盘也是个大飞，现在是大飞手脚，现在流行吗？不，应该是可以的。黑棋直接靠上去了。哦，对，他都没有不带停的，就是你大飞我就靠了，直接就靠。嗯，这个朴廷桓直接就靠这个呢，定型是我看他下的挺熟的，这个他老下这个，是不是一定好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大家都这么下，觉得这定式。对，要是我可能，比如说我先慢慢来走走别的，对，或者什么，他现在这个靠呢，就是想定型，看你怎么硬、嗯。我理解这个啊，他就是这个，定型。胡打，胡打，粘上，然后关键的时候这要先断，试一下硬手，先断呢，你的必须拐，因为你要这么吃呢，以后这儿不一样，我就便宜了。嗯，现在拐呢，我这个棋呢，我是逼迫你拐一下，我跳在这里。打这个，这你看，这是下得很熟，定势。他这个时候再补在这儿，这个认为呢，这个认为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。谁便宜呢？他认为是两分。嗯，然后呢，挂角也是堂堂正的挂角。黑棋脱退，脱退，看见高挂脱退，基本上没毛病。脱退是最普通、最原始的一个下法。过去我们那时候都下的太多了，这个棋。然后回归到现过去，这个是我们不陌生这个下法、嗯、脱退完了拆三，那个刚开始学棋的时候就这么教的，老师是这个立二拆三就是这样定型的，这是普通定式。嗯，定式呢就是两分，
那你说现在这个配合哪个好呢？也很难。要是现在如果我的话，我可能会走这样，我会可能会这个觉得形状好一些，我会这个配置会没什么大的缺陷。这个呢，我总觉得有个打入，好像有个打入，好像吧？是。不管是往上打、往下打，这都有个打入，好吗？那个配合是朴定环下的啊，咱不敢。不清楚这个，他是往这个地方走，朴定环走到这儿。对，但是他也有可能就是，刚才如果说黑棋走到这儿，那上面就不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对，这个是比较理想，但是他因为次序问题，他可能上面走不成那个样子。走到这儿，这也是个位好位吧，好位置。然后呢，他是这个定型搬。哎，对，这个套路啊。你那边一有子，我这就下手在这儿，这是一种布局，布局套路，布局套路。断这个，然后黑棋断打、哎、断打，你要么选择这个我就删住，对、这样呢就又是一个变化了。但这个变化呢是也认可的一种下法，大家认可，觉得这也是飞在这儿，对，这个不成立是吧，摁不死是吧，摁不死要摁得死的话他就会走这个，因为他打这个是不是有个跳，还是有个什么，是不是这样，要摁得死的话肯定要走这个了。他如果是这样跳的话，假如说这样接着不、我这个行不行，这个征子、征子有一个，您还有这招、那我就不太会了、我本来想着黑棋能不能单长，单长啊、单长单长，但是让他跳一个行吗，好像不太好这样。谁不太好，我觉得黑棋不是太好，您双一个，然后这底下还得连一个，对，可能不成立，所以他没下，我就是这个推理啊，如果成立他肯定要下，没错，他是走的这个，他单飞的，这样的话就我就脱先了，是不是，还是走什么，他这三个子就觉得没多重要，反正就是吃三个子的事儿。对，因为你本来是这样的棋，这儿多了一个子，他现在走什么，不是翻三，他是走的这个啊，他是挂角的，挂角，三三没有，他是这个，黑棋飞挂完角再三三，赵申宇，赵申宇还是年轻的，这好像有点出乎意料啊，看起来，我年轻好啊，他现在有新思路，对，你尤其现在这 AI 时代啊，年轻人我觉得他的学习啊，比年龄大的更加有利。没错，因为他接受快啊，没错，他玩电脑，你像玩电脑老的哪能玩的年轻的，而且他的记忆力好，快啊，现在什么什么他都时间都那个什么都缩短了，他成长的时间量都缩短，现在这个，所以呢现在年轻不可限量点三三飞一个，飞的，他如果走这个他是想这样，是不是这样，是的，这样，我想应该是的，这样飞是吧，他是飞在这儿，飞这个合适吗，这个不知道，我好像以前也看过朴定环，他有人家这个棋形他就是经常飞的，哦，飞这个，飞棋冲挡住，挡这个，然后加一个，加这个，对，然后再冲这个，他先冲这个，挡住断一个，断掉这个棋呢，这个转换呢，现在你不能再执着这个不好啊，那不行，或者这个都不、这都不行，这一冲完一粘你都不好办啊，是，所以呢你只能转换走这个是吧，他这个先打一下看你粘还是提，有点难受，稍稍的选择困难一点，那走的对，变成了一个这样的转换，这个转换谁便宜呢，打吃他粘上啊，在这儿夹了一下，夹在这儿，但是白棋这个总是也稳当了，它这个位置还算好，还算好啊。黑棋呢，它就这面就是说有点小缺陷，就是它还能够跳一个，有个好点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个跳的，它就是跳的，它跳让你稍微难过一点，你总不能不这个棋，你不总不能粘上，粘上不像话，有点。这儿还有个打，反正我觉得有可能白棋还行，好像白棋还行，他现在走的这个高棋，
这个先在那边找头绪，因为这个地方你不知道是压毡走都不好走了，没方向了，所以在没方向的时候在别的地方找方向，这是最常见的。先试一下应手，试应手，找找头绪，看看你怎么应，然后我再看这面，这是下棋的就是条件反射，就是高手的一种条件反射的一种下法啊。先靠一个看看你白棋扳，对，找头绪，黑棋连扳、对对，连扳，这个就也是符合断打长长一个，然后呢你那面都不能让，我是只能粘上，你不能走这个，走被打了它粘上这个，然后压在这儿，哎，这头绪出来了，对，这个终于在那儿有了准备之后，在那不能吃这个，吃被他一拐，这不像话，只能压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呢？他是还有底下还有棋，哎，对，逼迫你，你只能走这个，你不能走别的，走别的这一打一走这一扳，这出棋了，打了一退这出棋了，是，还只能顽强这个，完全这个，他期待你现在硬来，哎，这个时候我能闷三个，这个你都来不及，打了退来不及，变成这样啊。所以黑棋也不能随便乱动，他长了一个，他长一个，因为他断打完了，这上面三个要掉了，对，啊，那么就下成这样，变成这样，然后黑棋从这儿飞过来了，来。这个呢本来是粘的，现在那儿虽然损了一点啊，损了一点也有限，但是我能够达到这个目的，黑棋下的漂亮，对，这个棋呢如果都闷吃住了，哎，我那面损得其所，这个小意思这个把这个吃掉，我觉得能够全吞掉还是可以的，没错，是这意思，我还有点真舍不得，但是好像他这么来一下我好像也没办法啊，好像没办法吧您说上面靠的时候，这个波他靠的时候，我总有没有就这被他得逞了？我觉得被黑棋得逞了，被黑棋得逞了，是吧？黑棋他能吃着还可以，但是这棋路还早。可能张人觉得硬来，他很靠的一个。哦，这个地方在这儿靠有点也有点小天才啊。这个先利用一下，就是反正这两个子已经打算死掉了，死掉了，硬在里面折腾，他觉得没啥了。是的，那立一个。他是搬的，搬这个那就下搬，搬这个一般是规定的，你上搬我下搬，你下搬我上搬，这都是常规，符合常规的。那么就要求这个了，大吃他把这个抠掉，吃掉，然后上面来一下断打粘上，这么个定型，定型完了之后呢，他把这个吃掉，这个现在这个吃在这里是你就比较舒服了，因为他这个是闷着头的啊。现在转手把这个吃掉，两分吗？不清楚，不清楚，不清楚。现在判断真的是很难，很难。现在呢，黑棋选的这个其实也很大，非常大。为什么这个下呢？这一招棋现在变得非常诱人的，尤其是这步已经被人家打掉的情况下，对，这步很诱人，对你有威胁作用，非常诱人的。所以这个挺好，是吧？但是呢他走了这个之后，下一步留给白棋的全盘有一个非常诱人的，那就是打入。刚才刘老师说这个形状就形状我要过去一路。对，就其实诱人就那个地方了。是的。这个地方是很舒服的一个打入。打入像是要有棋，不能说因为他那个底下都空了。盖住，但你也不肯这么回补，也太软弱了一点，好像。回补你那形状就要检讨了，可能之前有点问题。不太肯，总是。就是我就抓你前面的形状啊，有一点缺陷。对。所以呢，我这个时候终于找到机会了，都定型差不多了，该往那儿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时机，看它的走法，它长一个。长。这个是必然，你肯定要粘了。黑棋接上。哎，他出手了，再跨一个，跨一个，其实。真是要出棋，对，你要杀我啊不容易，怎么杀我呢？不好杀吧？这个，薛老师，你如果走这个，那我断一个，那我只能粘上啊，那也不能我走这个，脚不能死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可以 啊，然后就拐住吧，剐我这袜粘呢、啊，您先袜我也可以，袜粘我觉得也很容易、啊，那我这个呢？对，我就是力还是粘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力也活了，好像力局部已经活了吧？已经活了，是的。这个棋关键我活完之后，我还有这个呢，就是然后发现还得黑棋还得很惨的。这个就是白棋很舒服了，没错。哎，
而你要是袜沾我也不行，你比如说你袜沾我、嗯、那我就搬沾了，对，我搬沾了，你这个也吃不了。那我觉得好像比刚才还更惨了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呢，这个棋就有棋了。嗯，你的明显杀我的棋不容易。是。实战，那你走什么？走什么？有点不舒服吧？嗯。对。他还是走这个，还是走这个。他脱先了，他这会儿他靠的时候，黑棋先拐了一下。拐一下啊！这个是，这个是，这是他的那个什么？然后要把这个蹭出来。嗯。还要有便宜啊，是有一些的利用，冲一个，对，断，嗯，要么你弃角，弃角是不是有点不合适？这个好像太不肯了吧？啊，这个角也挺拿的挺大，太大了。对，这个角你敢不敢弃？弃完之后啊，它这个地方还有点利用，嗯，角反正先疼的就被拿掉，还是不肯。这里虽然损了，但是比起这个角来，角挺实惠、我太心疼了，实惠。不行，我心疼。不肯，不能弃角，不能弃角。那顽强，立粘。刚才如果你粘上，就变成我们刚才的了。是。立一个呢，稍微让你啊，就是说你的选择就有点变化。嗯。白棋的选择没那么畅快。比如说，你说我挡先手吧，好，他走这个。那就吃起来完全不一样。不吃起来呢，他就不这个了，他这个了，拐打了啊，你吃的小了，差好多好多目，哎、小了，所以呢，让你的白棋选择就，有点难割舍选择，让给你出题了，你白棋怎么选？不过当初刘老师，我想他既然下了这个结构，如果说他是很怕他打入的话，那当初这个飞就应该跳在底下呗。啊，那这样这个打入不就没那么严重了吗？就这样子。不，当时有个还有全局各。我这样不好点吗？哎，你如果说这个打入真的很严重，那我还不如跳在底下。当时有当时全局的不一样，是，而有很多条件不同。是，当时如果你底下可能这靠啊，我反击上也不一样。对，就那边也不一样。对对对，现在在这儿。看白棋怎么处置，这个是一个，去看他的水平啊。他是长的，哎，这个赵申宇这个也是成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断一个，先试一下黑棋应手，这个也是挺高的。嗯，你如果说我服软这个好，那我这儿留着一个，我不见得马上吃，也许、这边是不是还要？哎，也许我先来一下这个，看看你的能力能不能吃着。我觉得好像不太容易吃的，也是，你还不见得吃、啊、那我这儿还在嘴里呢，这儿我再来、那就难受了。这怎么杀得掉？我就不太会。不就你就累啊？你给我杀，让你来杀一个累的，然后我占便宜，你是看你的本事了。嗯，这个是这样，祖度我能想到的也就是这样，但是这上面我照在哪里已经不太会了。就你吃起来就很容易出问题，就是吃完我一弃子你也是亏的。对，这个呢。就是，所以这个断一个呢，那个什么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要送一个，那可是再断那就让了。嗯，所以他先断这个是正确的，然后呢，他走这个，还跑了一个，再送一个，再送一个，这太考验了。那黑棋下到这儿，我觉得吃了吧，这就不能被人家拐的吃掉，太大了。实战就是这样，实战啊，实战就是这样、踢掉。对对对对对，再回来，对。黑棋接上，对对对对，接上，是这么下的，是的，白棋飞一个，飞一个，嗯，活了，这就大家就这个地方告一段落，就是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形状。那白棋呢，就给你掏活了，这将来不是还有？当然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你得走啊，不走不行，你得走这个，他是走的这个，走这个，他压了，他压了这个，压这个，对他先压这个，搬这个是吧？这个压呢，其实是稍损一点，稍损一点，然后再小尖，小尖这个它长一点。这个呢，白棋活的还算舒服，而且你逼迫你这么来压一下，嗯，如果中间我这个地方你成不了空的话，是亏的。嗯，好，这个棋它走什么？黑棋把这个，原来是走这儿的。这个棋有点精妙吧？对呀，有点精妙。为什么？嗯，这个棋为什么是在这儿啊？它上面是打算待会儿要点进去吗？还是什么意思？还是点进去是有、这个、有可能，有可能啊，是啊，是点进去啊。点进去的话，它点这个也可以，点这个点那个啊、点那个也行，点也行。
哎，意思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嗯，这个也可以。你大概，因为你走这个他会搬，好像对，没有办法吧？下一首没辙了，好像没有办法，嗯、因为断他能吃住这个。是的，如果这个没意思，他就点这个呢，你会这个，然后长，他再长，对，好像你只能粘，对，挡不下去，挡下去拆气冲断了，对，拆气沉，他就粘上这个，拆气，这个不小，挺大的，不小。好像，而且是不是还留点味道？没有啥味道，还没啥味道。你点这个的时候，白棋是不是也要印在这儿啊？哦，印这个啊？那您就直接搬回去。先手搬回去？不是，也不见先手。哦、那就算了吧，还是这儿吧。这样啊？对，这个也不小是吧？嗯，也不小。也很大，也很大，所以它并在这儿是有它的道理的。嗯，实战啊，实战它走什么了？飞一个，那是它先手。嗯，小尖，小尖，对。下一步就留着这个点完爬回来。太小尖了，看来他是觉得这个局面上没有别的大棋了。他觉得那很大啊。的确嘛，现在没觉得盘上没有特别大的棋是吧？对，好像点完之后拉回来，这个的确一下子那下面掏空了。嗯、呀，长。这个啊，不是这个，它是这个。嗯，我真不明白。然后呢，它走什么了？这木压一个，算的也搞不清。下面这个压完之后，下面黑棋这找方向啊，在大的地方啊，这个也不小，我倒觉得这个挺大的。我当时一直觉得这里面像是有点东西，比如说我往这样走，总想占点啥，占点啥便宜。如果他不走的话，是不是直接要断上去了？想占点便宜，觉得有点东西吧，很想在这儿折腾点东西。对，嗯、这个他补了之后呢，加强一下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呢更加保险一点。嗯，木啊，还是吃的不小。哇，这个狠，这个狠，这个狠，他逃完那儿再逃这儿，嗯，这个面对这个朴定环呢，他使的这个很凶的、嗯，可能正常收的话，是不是觉得这棋不一定见好、哦？这个地方想那么逃，如果你只是这么收的话，那不太有点不肯吧？对。啊，还有别的地方大的没多少了，这都不大，嗯，这个也不大，嗯。你要走别的，他这个在这儿尖一尖，这儿这点完这都很大的，嗯，所以呢，只有这个地方，这如果能出棋，那合适了。这木很大，哎，让上班，不是下班是吧？下班其实也是一个妥协。哦，您说白下班啊，白下班，他不是打了过来了，有可能打了爬过来，哎，对，是有可能这样，对，这样。你因为你不能这样我就闷死啊、哦，被接死了。你只能什么？只能打一个这个，打一个长，那就没意思了。那小了，这个给了就小、嗯、小意思，给了就让着，而且那面你还有损，底下还损，所以呢，底下搬是不成立的，它只有长这个。粘上那个要吃大的只能粘、你现在别的没有了，走这个被。打了断，这一路下来也完，那边都死。哎，对，只有粘上才有可能全吃。嗯，对吧？粘上吧。好，搬粘，够狠，够狠。他们这儿会下成什么样？哇，这个狠，这个狠。这个局部看起来很关键、啊。这个他补完不断了，他关键有一步棋，我看到这一步棋是最关键的，拖一个。如果这非被挡着，那就死定了。嗯，走这个最好。这是它的精华的地方，因为你现在啊，你这个不合适吧？你只有这个。不，这棋黑棋原来是虎的，不是粘上的吗？啊，粘上怎么有关系吗？因为跟外面到时候杀气有可能会有关系。啊、关键能杀不能？哦，好。关键能杀着不能？这暂时还不存在杀气的问题。杀气你要能杀着那是厉害，但是有可能杀不掉啊。嗯。他有个拖是吧？拖完了，啊、然后你怎么应我？你如果、不，他是搬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应。不知道这往那儿顶显然不行啊！不行，对，顶一个被长怎么办呢？我这儿有断，这儿冲上线、啊。你要是杀我气的话，他也可能还有这个呢。这个杀气杀不死的，
现在正常的情况是这样，搬了它有个段，它直接扭断，哎，扭断，这个，好棋啊，很漂亮下的好棋啊，你这个棋就是它有靠了这个，它算准了有一个这个脱断的棋，才敢入手靠，否则他不敢这么大胆。如果哪怕你这儿一交换，他根本就不行了。嗯，就因为有一个脱断的棋，他才敢这么损一下，这么脱断。脱断他就看你不能走这个，这个我一这你就完了。这死了就太大了。这个就没法收了，你不能脚死啊，对吧？你只有这个，没得变。他这个是吧？踢掉是走的这个吧？还是？哎，他先打上面的，先打上面吗？哎，他打的上面，单冲，哇，这好狠啊，下的。哦，我觉得，嗯，然后走这个是吧？嗯，嗯，打这个，如果提的话，现在，那他也是冲的吧？嗯，现在啊，嗯，他就算断你也不敢动，因为这个一打一粘就完了，嗯，一打一粘呢就完了。他如果冲这个呢？哦，哎呀，正字有力，刚好白棋正字有力，好像黑棋不行，本来是不一定倒是。你们这是摆错了，这个哈，他是有一个说这正字有力，对，正字有力，闷死，对，你这一长，这一扑，有一个扑。嗯，提掉再一挤，完了，结束。闷杀，这叫闷杀。这不行，这叫闷杀。闷杀直接单粘的话，黑棋可以粘上。哎，对对，刚才邱老师就是想那样。我本来想粘上。对对对，邱老师就想就说这个有气的关系。对，我相信是这样。邱老师想，我一粘他粘这个，对，把我杀死。然后我发现你可以贴一个。对，但是这个棋啊，就是说白棋的可选多。可选多，他还有这个不行，还有下一个。嗯，哎，他当时这个棋，他一靠断是关键的是脱了断，这是他的精华。一脱断，他这行了，得一打，嗯，他是粘的，然后再来打一下吧。再一冲，他必须挡。他没挡。然后呢？他转了。啊，转了。好灵活。然后再打，是吧？但是这样，我觉得好像，白棋应该很转吧？这边转了，嗯，转了。这个棋把他的空给掏的挺惨，冲一个，嗯，然后，冲一个，他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冲他是不是就不走了？怎么就不走了？是什么意思？不太明白。他觉得没那么大了，嗯，没有那么大了，立了一下。哦，他觉得这个大是吧？这有个点，对，这粘上。爬回来，爬一个，爬回来基本上都要活了。如果回头再要攻他这块的时候，先得还有下一步，咳哧一打一活，还有这个，那把笑哭了，我感觉这块。所以他认为这个很大，被刮的要哭出来了。他走这个啊，这三个小意思啊，退一个。那我觉得这一代白棋肯定是得分，他把这个踢毫不犹豫的，毫无质疑，他肯定得分了。然后他把这个踢掉，踢掉这个，然后再他把这空都给破了。对，空都破了，还脱先了，对，又脱先了，他下了什么？不，他冲一个，嗯，捞一把，挡住，嗯，他渡过，那个也不小，也是个，就是说我不走啊，我还有个这个，嗯，下一步这一招棋有点抠的，你有点难过，不能接了被拍吃，这个你受不了这一下，是的，他这个虽然看着只是二路，但是呢，他有个后续手段，对，抠的你有点难受，嗯，所以呢，这个也不小。他这个朴廷桓走的这个跳一个，这棋要你看这个他拖了好几下，他有了这个子之后，他一弯就是哦，本身底下就是活的，根本就不担心这块棋，没有任何担心，所以一点都不担心这件事儿。他效率高啊，嗯，朴廷桓在这儿忙活了好几下，我是觉得这样肯定白棋应该还不错的，这代应该得力挺多的。哦，他飞的这个啊，嗯。哦，这个是不是也不小？这飞着有断锦气的关系啊？那，嗯，可能还早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哎，他就跳了，往前走了，嗯，是不是这样？有可能。有可能。嗯。所以他就这样，
然后他是这样收官了，现在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棋了吧。嗯，现在我觉得这补补棋挺大的，确实中央怎么说、哦、这个大，这个对他是粘上了、这个大，因为我刚才说这个粘上有点大，有点大被人家断吃吃、断吃，而且这个是有先手味道，断吃有点大。嗯，击打一个粘住接住。嗯，白棋把这个走掉，虽然你有一路利，但是呢也大，这个棋如果白棋、黑棋就算长一个，你逼你做一下弄俩眼瞪一下也不舒服，也有不舒服之前。哎，那打一个这个他就粘手，再来一下提掉这个，把这个粘住。嗯，这个形成一个这个。嗯，白棋当然是这个是活的啊，他白棋现在就收官了。收官我一直老想往这儿钻一钻或者怎么样。哎，这一带我总觉得很大。嗯，他实战走的什么呢？他实战走的这个冲出来先把这个冲出来。他觉得这个也不小啊。嗯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棋当中这一带黑棋总是有点实战呢、如果我走这个，你这没活，我是先点、你这没有活，对，不存在活，还没活呢。是的，他就是说到他做活的时候，他可以这样做。哎，对，我要只有一个这个，我就一点杀了。嗯、所以他冲出来。冲出来，爬一个。嗯。也不小啊，爬个一个还威胁你这个的。没错。威胁有个这个没活，他搬了一下。嗯。搬一下，如果你跟着硬，那我这一吃就踏实了。那就活了。踏实了，不，一搬已经踏实了。我这个抠有先手。是的。哎，他是跳的。嗯，这个有用吗？这个他走这个，这儿有个冲过。哦，他这个对、这个、他这块棋还得小心一点，防这个小心一点。对，你现在待会把自己走死了。现在你要这个呢，他能够回家、是吧。嗯，黑棋搬对。哦，断一个，对，他就是断的。嗯，打吃。哎，他先挖吃了一下，黑棋先把这个抓了。哦，因为这个抓了是先手。哦，对，这底下得补棋，补了吧？对，提掉了，补棋。嗯，然后把这个粘回来吧，它断打了，提掉，把那连回来，这粘上啊、哦，这么个定型，大家算相安无事了，相安无事活了，我也占了便宜，你也活透了，大家就收官，这样就是一个戏棋的感觉，戏棋呢，那就看收官的水平了。年轻棋手一般是像这种、他先断一个啊，对、哎，是的，这个手法有点娴熟啊。那我如果是吃这个呢？吃这个他是想他考验我一下，他考验我呢。吃这个他是这个意思吗？刘老师，他是、什么意思？他飞一个先手吧，飞一个先手，飞这个先手，飞一个，飞一个先手是吧？啊，我这个这儿有各种的利用，我就飞一个呗。嗯，飞一个先手吧。对。飞一个像先手，对，飞先手，这个就他是尖的，嗯，尖的，他说你要敢来这个，敢这样，那我就欢迎。为什么呢？我退了，放大的，吃大的了。这好像跑不掉吧？不，这我就高兴了。这跑不掉吧？这就高兴了，这全死了、对，他是给你上这个呢。嗯嗯，但是呢，这个棋呢。赵晨宇他是走的什么？拐打。不，他是尖的。哦，他是尖的，然后他先扣了一下。一个好棋，这个他就不能那么硬来了，他收官了。然后他打的那个。哦，这个又变成，因为这儿有个打了之后收气的一个、一个收气的东西了。有可能收气啊，被有白棋有便宜的地方。他下的挺好的，刘老师。你是指他先断一个。哎。他对，如果说这棋上面没走的话，这样的情况下那就不一样。直接打的话，那不有可能不同。对，他先断，先看一眼，是吧？先让你先试。你给我说考题走什么？对，哎，你如果粘上，我这利用可能不一样，我下法不一样。你说我走这个，然后我再来，像这种都是一个收官的，好手段啊，好手段。他这个赵晨宇现在年轻。成长很快啊！他们年轻棋手的后半盘一般都很强，看年轻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。是的，现在他是在中央走了一个
撑了一下，现在也没什么地方可以走棋的了。这个朴廷桓呢、啊？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朴廷桓，这个看他怎么来应付，因为他碰这个赵春玉，可能是不是也不容易碰着？他想年对付年轻人，跳等级分又比他，他是排位比他高很多啊。嗯，走这，可以去弯一下，弯一个大，这也挺大的。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目，也不小，也不小，八目以上吧。八目应该跟、哎、他接下来挤也是先手，单挤就是也不小。对，嗯，收官啊！这个时候白棋往里面钻，哎，他是下了个什么？他是走了一步交换之后呢，他就钻进来了。嗯嗯，钻进先压一下。哦，他压了一个、嗯、是吧？然后黑棋对往里钻，这个也可以一点一点钻呢。对，挺大的。他是扳的，打得上，他不会去断。接住、对对对，这个棋呢，这收官了，这收官的这个水平，他先提一个。对，先提一个。这提了，如果说将来这里面要收气的话，如果不走，我这一打拍吃，这个出棋了，这一断打一贴，不就肯明、啊、就比较明显，明显杀不赢了，这已经不是收气的问题了。我觉得该杀不赢，该补。这个该黑棋补了，黑棋要么就这么服软，黑棋冲了一个，找劫。嗯，赌过再提回。对，嗯，那就打劫。打劫了，打劫这个也不损的、嗯、就是说那个白棋也不损，还有哪个白棋找哪儿的劫，找的劫财、嗯、看还有哪儿比较大。哦，他就中间提了一个，看来对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。哦、啊、他提了这 个哦，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棋了。对啊、嗯、现在就已经对这都目不很 大、这个、大没有什么明显的大棋，那就这个了。这个劫财他占一下几个先手，这个不走这一家也受不了，呵呵，这要出大事了。啊，断掉了，要不然断掉也行，这个他补是对的。对，是的、嗯、然后提劫，哎，打吃，打这个，对，拍吃，拍吃很大，然后占，哎，不提劫，嗯，黑棋铺了一个，这个是他的，提掉，然后再提劫。对，嗯，白棋要不要粘上？接上了，他是接上了。接上，嗯，这个服软了，这个给他。哇了一下。哦，打吃。嗯，打吃。打吃，黑棋粘上。哇，这个胆子有点大。这个胆子有点大。哎呀，这个。他觉得他连得回去。假如我断。断我就硬啊，怎么都行了，就硬我打吃。不，我冲吧。啊，冲我就挡住呗。再打这个。打吃我就粘上。对，如果这个。那是怎么都连上了？这要连还不容易吗？抓不死。啊，是啊。哎，要连太容易了。这都不抓不死，就打了粘上你也不行。对啊，这个好像没有办法。嗯。那这个袜是不是有效果？他走什么？要么加一个。他走什么啊？真是夹一个，他断不行就夹。嗯，断是不行就有夹，这样。白棋贴这个。够老实。对，他就连上就行了呗。对对对对对，也没有什么啊。嗯。就这么连一个。连的特别结实，看起来像是觉得自己已经形势很好了这种感觉。好。嗯。行，这个可以。就连回家，两边只要连回家就即可。黑棋团一个，团是啥意思啊？团一个啊、哦？他是觉得这个搬完了，他只能缩回去，缩这一步。我是不是有这个单加？有加一个啊？有这个加、哎、加的话，白棋搬的话不行。我这一打，打接上，然后这一扑出去，哎，把你三个接不回来了，嗯、一打一吃你接不上，接上一闷胶、嗯、闷杀，这个有个加。哎呀，这隐藏着家的手段，官子、嗯，那我就立一个吧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也是，赶紧、哎、他就立一个，立一个，别惹事儿、嗯。对，这个、有个家一个。如果觉得形势好了，基本上就收的厚一点。哎，对，搬搬一个，拐一个。哎，不是拐的吧？他是哦，他现在没拐。哎，
先去哪儿走了？是也没提。那还有哪里大呢？他中间先跳刺了一下。跳刺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是先手便宜着了，再拐。拐这个。哎，那然后他这儿立一个，先立了一下，收宽，挡一个，这算是就是便宜，有点小便宜，不是很大啊。然后黑棋顶，顶个不是吃俩的。对呀、啊，他不是吃的。如果吃这个，他如果挖吃，他是不是被冲吃了？不，他是单吃，就单吃这个。哎、你粘上还下面还有一下，对对对对。哎，他觉得不大。这个觉得这个不大，他是顶他了算路不大，他觉得顶一个。顶一个让你连回去，他这底下他有。哦，这儿这儿有先生。他这个弯是先手，实战就这么下的。是的，这是先手。先手一起这样收，那就不客气了，就这个吧。他走这儿。哦，他走那个。然后白先把这个粘上。哦，再立一个。中间先勾了一下，走这个。哎呦，这个是三目四目。哦，白棋挖吃粘上的话，算到他冲掉，这也是四目棋。四目棋。但这个也是先手，先手那个。这个白棋下的话，也就逆收两目。对。他虎的这个，白棋虎的这个，虎了。对吧？白棋虎在这，虎这个收官，那小官子，立一个。要相信他们的收法，我觉得他们的收术一般是很强，都是。哎、他们都什么都比我们强了，比我强啊。没有。这个二，他走了这个之后呢？他团一个。白棋团着，对这个对。好精细哦，下的。我们这便宜啊，这个便宜、啊。对对对。这个，所以说我说。他慢点走是可能有他道理的，对，他团在这儿，这明显因为你挤他粘上，这一幕是一样的，这个是比较细腻啊，什么意思，挖了一个，哎，挡住之后，省得你给我眼位，这都给我挤了，省得你给我眼位，他这么定型，他觉得这两个可能是有道理的，对，反正是下面黑棋是打这个，对不对，打这个有点像打劫的啊。他这个地方刘老师我刚才在看他、他如果说这下他不走的话他有可能将来被这一幕撑起来，不，你单挤的话他有可能这个啊、他走这儿有可能这个那么你再挖的话他团在这儿，这个对，他先挖可能有他道理、对，这底下是最少也要补补一这补一个，对对对，他让你以后的这儿一下这儿一下都得补上、对，打这个劫，记住劫这个有点细了，要不要看判断了。白棋，哎，白打上吗？白棋打上了，那打拼劫了，提劫，打劫，打这个劫了，他是贴了一个，哦，贴一个，断打，因为他要保持他冲不回去，要不然他冲过去了。这个没有，啊，没有，对，这个字没有，啊，那个没有，对对，他是贴，然后黑棋断。哇，这个打劫打大劫了，应该黑棋的劫财还是有的。怎么又开始打劫了？这感觉劫财还是很多，送一个，是吧？尝了一下，然后打吃，再提劫，劫财多，白棋就粘上了，服软没办法，算了，再刺，刺一个，这个小劫财。刺一个白棋，刺一个白棋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那个什么？是哪里交换里？他是不是提劫了？他提劫了，然后他断了一个。这个断一个是劫财，要不然爬一个出棋了。对，这一爬有一个劫不归的问题。对，黑棋提掉。啊，劫财。然后他粘上。哦。废他一个劫财也好。飞机冲了一下，冲这个，那收官，收官，打一个先手，对，粘上，粘上，然后黑棋粘上了，粘上这个，对对对，粘结，没什么官了，没错，他立了一个，对，那个搬粘不止两目，三目以上啊，三目以上。但是这个劫也是诱人，因为打完这个劫，他这儿有收气的问题。
他立了一下，立这不是搬的吗？难道一样、这个一样，有可能差一个劫财。这个都差不了太多。这也三目，是的，然后还有哪里有目吗？那也三目，这三目出来。哦，他别的提劫，提劫，然后正好沾一个是劫财，正好这弯一个是劫财，两个劫，这还多一个劫财。那是真没有什么劫，劫上。接上，而且提劫，然后再冲一个，正好，难怪刚才没搬，对，这个正好差一个劫财，力是对的，真的是很精细哈。提劫，提一个劫，断打，接住，接着打劫，提劫，然后黑棋立了一下，打吃。黑棋劫财很多，提掉。打劫财是应该他有利。劫财应该是打不过。断打。提掉。还是提劫。那他劫财是该用哪个？这个。提掉。提掉。提。挡下去。哎呦，这有点我头大。这个里面怎么收法？黑棋是实战，他是搬了一个，然后就把这个劫给粘上了，但是这里面可能要收气吧，我觉得。哦，这里面收气。哎，这个我怎么觉得有点这个点吧。他倒是没有马上动手，他是不是已经看清楚，觉得自己已经赢了这棋？哦，他是这个点。点一个，他粘上，粘上，那我挤，挤的话，他把那个吃了。哦不不，我不开玩笑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我的那个什么，这收气还不对呀、啊。是，我这个他走什么？看他实战吧。他勾了这个，然后黑棋挡住。哦。他搬粘了，他是一路搬粘的。他、我们看他这个局部是怎么收。看实战吧。对。走这个。对，搬粘，然后黑棋挖了一个。黑棋挖，对，反正说收着气就拉倒，是不要求太。他打这个，黑棋打这个，他先扑我一个，这儿扑了我一个，扑了一下，对，这打掉，粘上，这四气啊，四气，一二三四，打了粘上，然后扑他就没走了，反正他就默认为收气吃就完事了。不对啊，这个不走的话，我是不是要那个什么了？要粘上，哎，粘上，这个二三四，我先收的话，是不是要那个？他尝一个，然后再走这个。那打进去要打结了吧？哎。现在是粘上，您粘上啊，尝粘上我尝一下，然后收气啊，我提您提掉我煎，哦，正好尝一气，正好快气，正好快气，对，正好快气。这个白棋也没收着东西啊。对，后来就是反正就简单的小关子了呗。哦，小关子没有，对，但最后是没有数、啊，这显示是白中盘胜，那是直白的赵成宇是中盘胜了。朴定华，我觉得还是这个收气已经都没关系了。对，我觉得下面好像也便宜很多。他就是这儿给抠了，这儿也靠进去，把人家的空全给破了，最后就没有对杀，就是官子胜利。对，这个赵成宇官子就把朴定华拿下了。这个棋呢，可能是这个朴定华比较。被下的不太顺的棋，没错，我觉得反白棋这两个地方的处理都是很出色的，确实。对，这拖了一段，好像干不够哈，是不是？后来反正黑棋就不够了，空不够了。就是切木啊，他这个硬石碑是切七木半的，就八点，八点，对。木好像贴的，他这个应该是差几木啊？三四木，差的好像也不多，好像白棋领先三四木，那就三四木。我们也没给大家数木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数一下。行，这盘棋呢，最后那个赵晨宇，中盘就是不计点胜这个朴定桓，这个值得可喜可贺，恭喜。
啊，他进入了八强，进入八强，后天将进行英式杯的八强赛，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比赛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